感谢啊，家人们给曲布点赞，收到了吗？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感谢你受挤压支持曲布，家人们那个支持我曲布的人支持我曲布追小小的人，原来有那么多，原来有那么多，原来还是有那么多人的。家人们，爱曲布的家人们，你们猜我今天，你们猜我今天，我现在是在干什么？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你们猜一下，你们猜一下，家人们，曲布加油，不要放弃，是吧？对，感谢支持曲布啊，感谢支持曲布。你们猜一下，我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家人们？我今天你们你们猜一下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们猜我今天我今天做了我那个今天对吧，我今天做了什么，我跟那个家人们你们说我跟那个家人们你们说一下我今天知道小小是哪一栋，我今天知道小是住在哪一栋楼了，家人们，你们你们猜一下，我今天我是怎么知道小小他们家住的是在他们家住的那一栋楼的，爱曲布的那个家人们，曲布，年小，年他是吧？家人们，其实我直接都我直接都不我直接都你们那我先要不先给小打一声招呼吧。什么叫你们把那个那些有那个个别的人，什么叫你们把王菲害惨了，什么叫我什么叫我们把那个王菲给害惨了，真的是服了啊，真的是有一些小黑粉的话，那应该是王菲把我们给害惨了，差不多对不对？他怎么了嘛？那个你们好多人都在打，你把那个王菲给害惨了，他怎么了嘛？他怎么了？有没有人知道那个？你们好多人都在说你把王菲害惨了。那你们说一下呢？你们说一下那个王菲她怎么了？怎么有好多人都？都在说你怎么好多人都在说你把那个王菲害惨了呢？
王菲害得他惨了，你把那个王菲害惨了。什么叫我把他不会说话就不啊那些小哥哥啊那个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就把嘴巴闭着。你看你那个不会说话的话，在不会说话的话就乱说一些什么嘛，对不对？乱在我的那个直播间里面乱带节奏干什么嘛，对不对？那个爱去不了那个家人们，那个没有给那个曲布点赞的帮那个给那个曲布给那个曲布点一下赞啊，给一下赞。然后你们粘一下那个小小是吧，家人们，你们说那个爱曲布的那个家人们，只有王菲和阿美结婚了，那些说什么曲布害了，说那些直播间那些有一些小黑尾说什么曲布害了王菲的那些小黑尾，不要在我的那个直播间里面乱带节奏啊！我因为我直播间那个。不欢迎你们那些小黑粉啊！我直播间，我只喜欢只喜欢那个曲布的，只喜欢爱曲布的家人们啊。你下次我那个你。那个还举不下手，我直接粘一下，粘一下小小呢？喂，小小，你还没有回去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有毛病啊！啊？你有毛病啊！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呢？我管我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昨前天打 PK 你不是输了吗？你怎么没回去啊？你小小，你那个开一下门吧，你那个开一下门，我在你们家那个我在你们家那个大门口这个地方了。你在我们家大门口干什么啊？你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那个我见一下你嘛，见一下你我就走了，见一下你了。不是说那个咱们再怎么说也是对吧？再怎么说也是认识了那么久的人了，对不对？我说了不见面，你怎么？那我直接那个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那个大门关键点，我敲一门，那个你应该听得到了吧？你走错了。听不到什么走错了，我给你敲一下门。哎呀，我真的是服了。小小，不要敲我家门啊！不要敲我家门。你想干什么嘛？嗯，你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只是来那个见一下你嘛，对不对？我都说了不见，你干什么？不要敲我家门！呀，你怎么这么可怕呀你？什么叫怎么那么可怕？不是我，你先来开一下门，不然的话，你那个门。小小，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